志气，这呢嘛就是赶快给咱的一粒心嘛。所以咱爱阻碍咱的内心嘛，这个积根嘛，咱来好好保护，好咱家己呢助教监督，前面的路应该安怎行呢？咱家己。人人应该爱有方向，有自照明，这个本性，咱那是迷失了本性啦，都真正呢，就是心灵的明度啦，啊，都一直迷失去，啊，就苦不堪吼。咱过来看这段文吼，就是忏悔悔改的啊。抛家罪过啊，忏悔两舌相克的恶，陷害罪破罪过，忏悔综合恶念的恶啊，解脱罪过，忏悔暗明欲散的恶，斩除罪过。这些地狱啊，你看，悔改地狱，悔改地狱啊，就是抛家罪薄哦。在那个悔改的内底，悔抛安尼在咧断，你所看到的呢，规个呢，人心啊，拢亲像肉酱同款，规个开花去啊，血肉含糊啊。这呢，就像炮架地噶，亲像用迄个火炮呢，安尼去解断开呀，或者是呢去解烧钱吼，安尼，这实在是苦不堪，甚至一处娘呢，哦，会再来，这个业呐也未尽呐，四日再活。活日在世吼，亲像安尼呢，在迄个生生世世永远呢，在即种的悔改地狱里，拢总是呢，在即种的爆炸地狱的罪报中啊，真苦啊！这样，感觉是敢那地狱安尼俩定记性呢，这里人的心啊。并无远的吼，再来个讲吼，咱爱个忏悔两舌相克地狱，这两粒蕉的山同款，大蕉呢，安尼规个叶瓦来啊，辛苦呢，规个粉碎血肉含糊，已经无有。这个辛苦的形容吼，所以陷害脆破，完全脆掉去，这种的罪报啊，搁在呢，爱忏悔啊，综合恶念，真多真多的这个声音啊，但是呢，完全分不清啊，到底呢是什么声音吼？这可能嘛是真正真辛苦啊！这种综合性的地啊，真的耳啊会疾病啊，听到什么声拢听未到，但是呢，什么声都是真吵闹啊！这种呢，真正是真辛苦。咱有时阵啊，嘛会听到人讲哦，啊，拢无听到啊，先老无听到。啊，耳仔底真多真音啊，足大声，足大声的，真呢，嘛有这种的疾病啊。在人间呢，也国讲有疾病啊，安怎来治疗啊？在迄个所在呢，根本啊，这是一种的罪报。在地狱的内底呢，迄种综合恶念啊，非常非常的嘈杂啊。非常的痛苦吼，这呢也是一种的地狱，这种不是用言语会当通形容啊，那这种呢，综合
幸运，咱呢要安怎去甲伊形容？不如呢来形容伫咱的人间。人间呐、啊，有个人好的话听袂入去，歹的话呢捡归堆啊，非常的杂音嘛，拢是呢有伤害身心。在语言呐，伊呢会当同对伊直直行去。古早人讲啊，人的话听袂入，鬼叫的呢。都直直行去吼、哦，这就是综合的声音啦吼、哦。那这种综合的声音呢，不是咱所要爱呀、啊。本来咱拢是真清净，本来呢道理伫咱的内心里，确实呢，咱家己的心地去会暗去，咱家己呢明朗啊。会方向去予偏差去，那有人伫咧甲咱指引的时阵呢，确实呢，另外一股的力量啦、声波啦，搁再安尼甲咱诱引去，这呢，拢嘛是叫做综合吸引力啊，真正哩复杂的声音嘛，安尼来诱引啦。去做真多的业，所以咱都爱对落这种的地界，搁在呢解脱罪苦这种呢，爱家己提高警惕啦。但是呢，就是无法度去提高警惕，因为呢，伊有综合性呢的地界，真多复杂的声音，就是无法度呢提高咱的境界。我再爱忏悔呢，是暗明玉山地界，真正哩乌暗啊！山血肉贴起来呀、啊，好、哦、人甲人的中间啊，是不是有感情的心嘛、啊？这是不是玉山呢？人关心不净嘛、啊？关修是苦啊！那迄种呢，色淫淫欲那真重啊！其实呢，永远啊，都是伫这个欲山地下的咯。色欲的多啊，是真危险，藏伫咱的头顶呢。那是小看一闪失啊，哦，就是啊，凶煞。真大，这呢，顶顶贴贴啊，玉山地啊，这种呢是斩草罪报，这个都永远都是在头壳顶的，这种色欲啊，一定是犯淫嘛，啊淫呢，都亲像两粒。石头同款啊，伫迄个所在伫咧摩擦啦，吼、哦，到到尾啊嘛是不成形哦。本来咱拢是真清净的本性，就是一念呢无明起啊，所以一切的恶种呢，拢总一直呢招惹来到咱的心，所以一时人心呐、啊、就万劫难在啊。地缘呢，都不断循环落去，这呢实在是真苦啊！也个有无？也个有啊！地缘后面也个真多哦。那再个再忏悔啊，即戒定心地缘断绝罪报啊！这拢总是心的修。苦吼，那咱啊行入去病院内底，有偌呢真多呢，截肢啊，那或者是呢爱钉钉啊，这伫人间都有遮呢真多，咱看会到的。其实地界唔只是安尼啊，人间看会到的是为着治疗，为着。